哎呀，我姥姥小面又和上了，是不是要给我烙饼啊，姥姥？姥姥啊，今天不烙饼，你一天就爱吃饼。姥姥今天给你包饺子。啊，包啥馅儿呀？包韭黄馅儿的。那馅儿我能吃啊？你不能吃，姥姥再另外给你包点白菜和鸡肉馅儿的，行不行？那也差不多。饼啊，你呀，上漂亮阿姨家去给姥姥买点韭黄去，要那冲嫩冲嫩的，行不行啊？行。那吊上去吧，玩路上注意安全啊，离老人和小孩一定要远点啊。谢谢你，感谢有你，世界更美丽。嘘嘘，指令是得嘘嘘一下的。黄，要冲嫩冲嫩的啊！今儿先不买别的了，阿姨，给我称一下多少钱吧，回头妈妈给钱啊！谢谢漂亮阿姨。送给你小星星，送你花一朵。大雪饼吧，冲嫩冲嫩的韭黄给你们。